莫兰，莫兰，你怎么找到这来了？因为我太想你了呀，所以就找过来了呀。不是，你怎么找到我了？这还不简单啊，因为我的心在你身上呀。哎，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？没事，都是自己人。这有什么不好的？你本来就是我未来的老婆了，是不是？叫老婆都没问题。老婆，老婆，老婆，老婆。阿姨，是你说我叫的对不对？对。对的啊。喜姐，你叫的这么亲密的老婆。什么时候吧，喜姐？快了。快了，快了。怎么这么不正经啊？我没有不正经啊，我说的都是心里话呀。你看我们在一起这么长时间了，对以后肯定都是老婆的呀，是不是？别砍了，别砍了，走吧，走走走走。去哪里啊？我柴火还没砍呢。你砍那么多柴火干嘛呀？砍回家烧呀。哎，我们家都不缺柴火了，你砍这么多柴火，不会是为了点燃我们爱情的小火苗吧？你砍回家呀，南哥。没有。好了好了，别砍了，可别砍了，走吧走吧走吧。我跟我妈说一声，妈，我带莫兰出去有一个事情。好。阿姨，那我们先走了。嗯，好，走吧。走走走，莫兰快。你去干嘛呀？很重要的事情，等一下你肯定会开心，走吧。阿姨，你注意安全，我等会儿过来哈。好。过来的。那我先走了，老妈。走吧，走走走，快点。来，莫兰下车。啊，你怎么带我来城里面啊？那个，你不是说有重要的事跟我说吗？什么事？就是特别重要的事情。我想带你回家见你外婆和妹妹。回家看我外婆跟妹妹吗？对。真的吗？真的，开不开心？怎么这么突然啊？其实这件事情一直都在我的计划之中，只是在没有尘埃落地之前。我不敢告诉你，因为我怕看到你失望的眼神。可是我们回去可能会有很多情况的，我怕后面不好说啊。没事的，莫兰，这些我都能解决的，好吧？莫兰，对不起啊。怎么了？你为了跟我在一起，我们出去的这几个月里面。害你有家不能回。我知道你对外婆很牵挂，半夜的时候经常看着外婆的照片，晚上还说着梦话喊着外婆。这些都是我的问题，我没能给你一个好的生活，害你有家不能回，最重要的人也不能在一起，都是我的错。没有关系，你做的已经够好了，付出的也太多了，现在不要有自我想法的那种的。木兰，今天带你来城里就是想让你帮我一个忙。什么忙呀？对，不是回家吗？怎么到城里面来了？外婆和舅妈的衣服我都已经买好了，就是妹妹的衣服，那尺寸我实在是拿捏不住，所以我想让你去挑一套妹妹喜欢的衣服。哎，杨春哥，真的谢谢你对我太好了。木兰，这辈子我只会对你好。走吧，我们既然今天出来了，咱们就开开心心的，好吧？开开心心的回家，让外婆看到一个最好状态的木兰。好不好？谢谢你啊，这是我长久的期待，不愿保留你的爱，那是对他无言的伤害，伤痛的心一片空白，那迟来的爱。系好安全带，我们回家了。嗯。出发了。嗯，好吧。
木兰，哎，我拉一些，不用了，这个给我吧，我看你不好拉。回到家了，开不开心？开心。期不期待见到外婆？嗯。木兰，待会见到外婆的时候不许哭鼻子哦。会的。走吧走吧，好久没回来了。嗯。回到家，骨头来着。婆婆，嗯，大家想见。嗯，大家想见。外婆。嗯。身体好不好？身体可以啊。瘦了，外婆。生我，生大丘的子一根血管没得缝嘛，我养那么有个劲。怎么了？舅妈做的饭太干了，她吃不下，太干了，吃不下的。哦，这样。嗯。没事，外婆，我等会做饭给你吃。你怎么在地里？你在地里干嘛呀？我在被子回家去吃吧。豆子。好、哦，妹妹也在这里了。妹妹。她跟我一起来的。刚、哦、跟你一起来的。你不带起来没人带。啊、哦。秀、哦。秀秀。秀秀。谢谢、姐姐回来了，还认得我吗？啊，不吃这个，不吃这个。老婆，外婆，我们回去吧，我买了。哦，这个近，我刚刚才出来回来。好，张妈妈，张妈妈。我回去了。可以。好了，不用搞了，我们带着菜回来的。张妈妈，你说。来，秀秀，来，过来，姐姐抱抱。姐姐过来。哎呦。走吧，走吧，走吧，回去吧。抱抱。哎，我来拿，我来拿，我来拿。我来拿嘛。我来，我来，我来，我来。拿给我，拿给我一下。那我来拿了。没事，可以了。好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走，秀秀要走了。萝卜放吗？放吗？放吗？给你，给你了。好，大姐一个。走，我姐姐回去了啊。